普京回应中国无统可能性。中国无需动武就能实现统一。据俄新社13日报道，在当天举行的俄罗斯能源周全体会议上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，中国是俄罗斯最可靠的伙伴。两国能源领域合作成果丰硕。被问及有关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问题时，普京表示，中国大陆不需要动武就能达成统一台湾的目标。普京说，照他理解的中国哲学，包括国家建设和管理，都与使用武力无关。普京强调，俄罗斯不会将能源用作武器，这种言论是出于政治动机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